加車收費減5元，貨車收費減大約40元。踩紅隧，私家車就加10元，貨車加價20%至到30%。巴士、的士同埋小巴不變。有的士團體約見運輸署，希望將西隧亦都納入計劃，劃一三條隧道嘅收費，鼓勵司機用西隧。比如喺東上環啦、接個客去旺角、油麻地或者係澳海城，我哋個標錢只係50元左右。咁但係佢俾個的士回程嘅係收費咧就15元，15元嘅回程咧，即係鼓勵我哋用紅隧翻嚟。